你俩都在这呢，你俩在干嘛呢？偶像，偶像，挺高冷啊，不理我。哎呦，偶像你傻呀，我喊哎呦你回什么头？哎呦，你看，哎呦能听到，就是刮动耳朵不回头。你俩在看啥呢？偶像，偶像，哎呦，你俩在看啥呢？外面有啥呀？车来车往，人来人往。闻啥呀？我煮骨头了，我煮大骨头了。你想吃啊？你是不是闻着味儿了？吧嗒嘴，馋了。嗯，闻闻，闻闻，看有什么味儿？嗯，我煮骨头味儿，煮大骨头了，你想吃吗？吧嗒嘴，看你有点馋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来闻闻手，闻着什么味儿没？嗯，闻闻。不在乎，那就不给你吃了。偶像，偶像是吃货，对吧？什么都吃吧，反正肉类的什么都吃，素的他不爱吃素的，要不能这么胖吗？是肉都吃，饭量是 AO 的两三倍，所以 AO 就吃不胖。偶像就胖胖的，对吧？哎，瞅 A 有啥呀？怕他？你说怕他去吃肉去？你在干啥呢 ？A 呦，出来呗，咱仨人一会儿聊会儿天儿。吃食去了 ？A 呦，去吃食去了。偶像，一会儿吃骨头啊，吃大骨头。我吃肉，你啃骨头行不行？去哪儿呀？闻着骨头味儿了。哎呦，待会儿吃骨头啊、哦！嗯，吃骨头啊，吃，少吃点猫粮，留点肚子啊。哦